Hello， 小朋友好，欢迎收看《百变玩具屋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的海底小纵队为您带来了一款彩泥玩具。现在，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海底小纵队来制作我们的彩泥食物。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模具，水生模具，里面的海洋生物有贝壳、螃蟹、小鱼，这是我们的章鱼和我们的虾仁。现在把我们的彩泥放进我们的模具里面，首先把我们的橙色彩泥取出来，这是我们的橙色彩泥，现在把我们的橙色彩泥放进我们的模具里。这里是我们的虾仁，螃蟹，现在把我们的两边合起来，来看一下，把它对应起来，固定在上面，按压，把我们的这个小鱼饼干，把它放在我们的盘子里面，来看一下。这是我们的盘子，把它放在里面，是我们的小鱼，这是我们的海洋生物，贝壳，螃蟹，还有虾仁，全部取出来放在里面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制作完成。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海底小纵队分享我们的这一款彩泥玩具，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
拜。